我走了，嗯，我走了，走了。跟你说一声。又是极限打工人出差的一天，今天要从北京先飞厦门去参加个颁奖，然后飞回成都，相当于是从北飞到南，再飞到西边。早啊，浩哥。早。酒店里干？来，浩哥打个招呼。Hello。这是我们阿峰特别好的哥们儿，也是我特好的哥们儿，每次来很麻烦。浩哥，好嘞，走了哈，拜拜拜拜，我给你发了红包，你收一下啊。哎呀，你别，一定收，一定收，一定收啊。好，这边刷身份证过来去。啊，好。大兴机场真的是大，我宁愿远一点来大兴，整个设施又好又新，特别好，吃的也多。好了，在这用还是给您打包啊？在这用。这还有个叫慈园的室外的场地，好多老外给他拍照，真漂亮。北京真的太冷了，这么连轴出差最痛苦的就是衣服不知道咋带。今天到厦门又是20多度了。好，谢谢啊。不用餐食，也不要水果，什么都不要。好，那我们放心，我就不打扰你休息。好，行，谢谢。大家慢走，再见。哦，这是来接机的是吗？哦，好，您是就来接我们一组人吗？对。哦，好嘞。从这开始咱就拍了吗？这么快？大哥，你这闪光灯整得我太社死了，真的。这活动方我感觉像在整我一样。别，大哥，咱先不拍，我这有点社死。哦，这来接我们的吗？这是那个叫魏派高山是吧？这个好。好嘞。他们也坐这个车吗？都坐这个车，这车不是挺大的吗？坐得下？这几座？这七座的车？七座车。这小头子，嘎嘎棒。这回得给我充充电，这玩意儿。嗯，晚上没电了。哇，它可以180度腾飞。哇，那跟床有什么区别？能飞吧？猫人来了，重庆的猫人来了。哎，对。哈哈哈！哎，对，我是摩托车。对，挺好，挺好。哎，这上面真漂亮。烈日灼心的电影是在那桥上拍的。这么多小姑娘等谁呢？有明星来还是咋的？应该是有。这都是小霸王吗？啊！哎，这活动是不是美女特多？是，真假的？真的，你到这看一看。我不看，我不是那种人。哇，什么明星啊？这是？这围这么多人？这会儿就是这种拍照的啥人。哦，这边是大会。对，就是那大会。完了，刚刚录到，今天晚上得飞回成都去。我也是今天晚上飞。对，我看一下，我正要录着呢。这是加这麦吗？玉玉，你来了，好久不见，最近好点啊？好了，最近好点了吗？好点了，怎么办？我看见你突然间好亲切呀。真假的呀？感觉好像看见亲戚一样。我跟玉玉关系贼好，你知道吗？特别好。Hello， 你好，我给你们。好，来，我是你的粉丝，老是看你的频道，谢谢。今天看你的视频，你看人家 MCN。全是女的，我们 M 三全是男的。对，能不能给我们点美女？哇，这好厉害！张大大、刘畊宏，对啊，毛毛姐、高山，哦，他们还有展台在这儿呢。你看这车放在这儿更好看了。这车我刚坐过来，其实它不光是好看的问题，它很舒服。我早上坐韩启明的阿尔法，讲实话，这个性价比确实很高。这灯光一打是好看。待会儿要上台领奖。这边吗？再一次恭喜各位，同时有请揭晓嘉宾邱莹莹为达人授予荣誉。为达人授予荣誉。好，谢谢。走了，现在又得出发，赶紧去机场。我这一天到晚的跟坐飞机就。
回去睡觉了，结束特种兵的一天，晚安。